8月28日报道，28日晚，奇葩说官方宣布第六季阵容，并晒出56位奇葩的集结海报，其中熟悉的老奇葩们纷纷在内，包括黄执中、潇潇、傅首尔、颜如晶及秋晨等人。偶像男团成员月月和脱口秀红人程璐的跨界加盟也引发了不少期待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